在洛杉矶的车展上 ，Kia 汽车发表了全新 Kia 2020 Soul 三款车型，静谧的颜色还有现代感的设计，相信将会受到年轻族群的欢迎。今年 Kia Soul 推出了三个系列，分别为 GT Line、X Line 和 EV 电动车系列。全新的 Soul 的整体车身轮廓还是保持了老型车款略带方正的视觉效果，但是今年 Kia Soul 将自己定位于具有古怪风格的汽车偶像派。前脸等细节部位还是非常赶时髦的，狭长而纤细的前大灯让 Soul 变得非常前卫，较大的前格栏采用了独特的双色处理，前挡泥板也增加了清洁和光滑的表面积，三维环绕式的回旋标形尾灯也赋予了该车更多的运动感。此外，虽然车子不大，但是车型的设计非常得体，可以装得下更多的物品，让所有的空间物尽其用，后排座位也有很多伸腿的空间，乘坐起来会更加舒适。2020全新起亚 Soul 采用了高强度的钢材作为主结构，该车被全国高速公路安全局列为安全性最高的车辆之一。Soul 从声音的情感可视化中汲取灵感，内部空间装饰有反映声学灵感元素的形状和纹理，以创造出完整的感官体验。声音氛围照明从中央门板发出柔和的光线，在门板上发出独特的 3D 图案表面，能够通过 Soul 的音响系统同步播放音乐的节拍。声音氛围的照明采用了彩虹可定制的颜色。这款车还采用了很多高科技的产品，像是车内有 10.25 寸的大型触控屏，不仅可以控制车内的功能，还可以帮助倒车，另外也安装了 Google Play 以及 CarPlay， 成为了智慧型车辆。此外，驾驶安全方面，此款车配备了主动防止碰撞系统，以及行车线路保持辅助系统、换线系统辅助等等。如果您想了解关于这款新车的详细信息，可以登录北美起亚的官网进行了解。中方电视采访报道。